是台东半日游。第一个景点五六岛，我们现在要前往天空步道。现在正在穿鞋套，其实不用脱鞋，你就是把这个鞋套套在你的鞋子外面就行了，就是呈现一个这样子的小叮当的脚的状态。有可能擦玻璃的行程，我们正在用脚帮他擦玻璃。下面就是海哎，掉进去就会头破血流，我的妈呀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大妈找示范，如何在海边做一个大妈，像这样子的一个 pose， 非常的完美，在我们透明的玻璃上 ，perfect 时尚。这里有很多块。岛 ，Yuna 记者，这里是哪里呢？这里是五六岛天空步道的地方，我们为大家带来这片美丽的海洋。我们这一次呢，参加 Klook 的一个活动，这个行程呢，就是在这个岛的部分呢，带大家来走一下。然后像刚刚我们有看到，就是套那个鞋套走那个透明步道，就是这一次的行程的重点。那其实重点就这样而已，大家就是看看美景、海景。我们结束这个连线。Popping， yeah， freestyle， yo， 不是周边，都会有一堆。对，阳明山的周边会有很多小车。哇，刚刚导游姐姐说，釜山的鱼糕 ，Oden 是最好吃的，他说比首尔还，对，比首尔好吃。大家来一定要试试看，这样首尔人会气噗噗吗？可能釜山各自支持自己的。啊，漂亮姐姐，我们的漂亮导游，嘻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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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传说中的虫蚕蛹啊，快速带过。我们派出鸡代表，跟鸡合照。这是门口，门口，门口。哎呦，另外一位漂亮姐姐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漂亮姐姐。我们要开始108阶的旅程。通常照片的话，他们会从这里拍一个四的全景，非常的美。旁边就是海，它建在临海边，非常的厉害。这里也可以看到全景，还有两个地方。这里通常都还蛮多人在拍，有没有？在石头上，很多人。我真的非常喜欢来这里。我上次来的时候就在这里待了还蛮长的时间，看这海景有一种舒压的感觉，非常的 perfect。看海的少女。还有吹开的刘海，过108阶上来也有一个许愿池哦，你可以把你的小零钱通通丢进去，但这真的超难丢，我上次丢真的是丢的跟什么毛一样飞的嘞，是有种跟投壶一样的感觉，对，非常的晕，我们可以拿一些小零钱来试试看。Go go go， 我们一号选手准备做投壶的动作，来开始冲啊！哦，进了！哇，哦，太近了！你丢完许愿池呢，终于可以进入龙宫室了。前面做了好多事才终于进来，累累累累累。这里呢是我们在 Klook 海东行程的第二个点，因为它是高丽时期就建的一个寺庙，所以它目前的状况我觉得来应该是保存的算非常好的。对，平常都有在修复吧。对啊，可能就是这文物修复的部分都做得还不错。来釜山的话，其实就是一定要走一下海东这个部分，真是非常的美丽跟心旷神怡。你可以在这边许愿，然后再慢慢的爬下去，记得要做完全程，这样才有
诚心诚意的感觉。下坡了，大家人生不要走下坡，但是下山还是要走下坡一下。形成保护色了，融入两只猪。杀了汉大哥，杀了汉大哥。这里像是个小渔港的概念。这是我们第三个 Klook 的景点，远远的、远远的那边、远远的那边是竹城教堂。这个海颜色很 beautiful， 想当美人鱼，下辈子吧。教堂本人到啦，很美，配上这个今天的天气非常好，美美美美美。这一次行程呢，他有送我们一人一个黑糖饼，耶！以上就是我们这次走的台东沿线的行程半日游。那大家如果对行程啊，或者是里面的一些事情有问题的话，都可以留言去问我们。如果还有什么更多影片的产出，大家一定要收看哦。那当然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做起来！大家再见了，拜拜。